咁呢個係我公司嗰度嘅 plaza， 呢度後面隔離嗰度呢，以前呢，而家講二十幾年前，因為我真係都算係老移民啊，摸埋都可以講到二十年前啲嘢。咁以前呢個位呢就係、是、country style 嚟嘅。咖啡铺呢以前来讲是什么 coffee time 啊 country style， 现在这里呢叫小林家，早期呢早一排由 country style 就转了做、一间什么 台湾菜，现在呢又转了做小林家。這邊呢边咧就一间嗰啲酒吧嚟嘅，而家变咗加勒比海餐嘅酒吧。而好久不见咧，就一个揈头场嚟嘅。咁啊，而家变咗好久不见啦。即系呢个位置。啊，可能理工唔係今日搞喎。因為我見嗰個參加嘅人數都幾多嘅，咁但係停車場又唔見有乜車，即係邊一日呢？我而家咧就去沃頓夾 Steel 世紀廣場。呢條路如果繼續直去咧，就會去到404嘅，向南方。而家繼續飄緊雪，啲雪啫。雪粉啊，纷纷咁样飘紧落嚟啦，闩咗水管就可以睇得好清楚。头先喺 Fairview Mall 咧，个报纸档人就交报纸俾你，先系四份报纸啫喎。哇，咁啊，可知道咧？而家做媒體啊，幾咁難做？咁喺公司啊，打印咗啲盤啊，咁啊可以同大家講解一下個銷情。咁啊，順手攞埋一本《明報今日》，亦都可以講下啦，多啲多啲談話資料啊！而家多咗啲保險公司喎，幾個人有啲錢咁樣就可以開間保險公司，又當動之期喎。先前講咧賣日本嘢就係呢啲個路口入去嘅，叫 J Town。
3160号 Steel Avenue， 3160 Steel Avenue。如果你有兴趣睇下日本嘢啦，啲正宗日本嘢就可以用 Google Map 啦，打入呢个地址 Don Valley Loft 嗰个汽车展销中心隔篱啊。安大略中医学院喺度啊，学中医可以。有病找他，病向前中医，姓钱的中医就实是最好的。